人寿自2001年成立后，一直致力提供卓越的保险产品。我们相信推动创新的保险科技，可以为客户提供更多优质的服务。在2022年，我们透过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和数码港合作推行的自方便沙盒计划，成为香港第一间人寿保险公司采用自方便供客户进行身份认证去登入账户。客户通过自方便流动应用程式，就不再需要输入任何用户名称和密码，即可直接登入我们的客户专区，查询各类型保险服务以及投保我们的指定保险计划，既安全又方便。我们在2023年进一步将自方便的填表通功能与网上保险申请结合，成为首间应用填表通功能的人寿保险公司。客户经过网上申请我们的保险产品时，可以透过填表通自动填写已存入的个人资料，享受更快捷更方便的保险体验。透过沙盒计划提供的测试环境，我们可以在正式推出新功能之前进行不同类型的测试，确保自方便的各种功能都能够在我们的服务正常运作，以达至无缝接轨的效果。此外，我们在开发过程当中亦遇到不同的技术问题，沙盒计划团队都能够快速地提供适切的支援，缩短了我们开发时间，令以上两项采用自方便的服务都能够顺利地推出。展望未来，我们会继续透过自方便提供的功能，开拓更加多的保险科技，进一步增强和提升我们的数码化服务，为客户提供更优质的网上服务体验。自方便有这么多好处，你下载了没有？